This is beautiful, but it makes me sad. Oh, very good. Not many people wanted to learn this art. I feel pity for that.我从事背雕这个行业已经整整30年了。我呢毕业以后就直接就是被背雕厂录取了，可以说是稀里糊涂就业了。那时候，我们这个背雕用的原材料吧，它比较丰富，有江河、湖海里头的我们都有。我们因材施艺吧，根据不同的产品要求吧，采用不同的贝壳，它的来源不一样，它的用途也不一样。 背雕制作吧，有一个完整的流程。其实我最 用心的、最为就是满意的有一个吧，就是我们的青岛号，还有就是一个我们的这个战备笔筒，这个笔筒呢采用的是山海的鲍鱼壳作为这个代替，然后配上我们青岛四大景的风光，这一款产品对我来说是比较满意的。我的师傅是比较有名的，他当年是青岛背雕界的花王，他干花干的是最好的。我的师傅干了60多年。 现在80多岁了，刚刚退休。他对我非常的好，就是手把手的教。有些时候学着学着学不会的，或者是不愿意学了的，有时候师傅就不愿意了，不开心了。有时候也发发火，发完火了以后，他反正还会哄哄你，怕你干不下去了，怕你就说你不想干了。我的师傅还是比较有耐心的，也是比较有方法的。师傅当时带了好几个徒弟，好像都后来吧都没有，就是一直坚持下去吧，就有的改行干别的了，有的就是。 就是半途而废了吧，全国来说吧，背雕的行业都现在都不是很景气，都面临着一个普遍的问题，就是什么青黄不接，现在大部分在岗的都是些老师傅的退休的师傅，停在一线上。整个背雕行业的，尤其我们青岛背雕，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后继无人，可能就出现一个断代断档的一个危机。 青岛背雕嘛，过去一直都我们传统的模式当中去经营。现在我们也在搞一些吧，像抖音啦、微信这些公众号啦，这些短视频的宣传方式，更大的去推广这一块，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这一块，加入这一块来。现在我们就是一个我们年轻的一个番号啊，他就是通过我们的短视频。 看到我们短视频宣传以后吧，他觉得对这个东西比较感兴趣，愿意加入到我们来学这个东西，继续发扬这一块。通过这个他的努力吧，我慢慢的看到年轻人还是喜欢这个东西的。最大最大的收获就是我学，我在背雕厂找了一个媳妇，找到一个媳妇儿。<笑>我媳妇儿也是背雕厂的，和我同事一直风风雨雨干了30年了。一开始进厂嘛都不认识，有个偶然的机会吧，在工作当中有个交集。当时呢好像也不是很熟悉，就是怎么磨合嘛，干一个作品呢，当时也碰到了很多困难，请教了很多师傅，包括同事都不好解决。最后我们还是自己呢经过了非常多的这个挫折吧，费了很多力，费了很多功。 最后慢慢的，我们摸索出了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方法经验，那套方法也就传给了后来这些干这个青岛号这些模式的经验吧，已经就是非常成熟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吧，我们慢慢的就结识了，就慢慢的就成了一家人了。我们青岛呢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旅游城市。 但是对我们青岛艺术这一块呢，能代表青岛特色的东西产品还不是很多。像我们这个背雕呢，就是代表我们青岛对外宣传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作品，一个名片儿。希望能更多的向这个国外的朋友，推广和。
宣传我们这个背雕的一块，宣传我们青岛的山水风光。This first time I have seen shell carving. This art has been accounted one of the most beautiful marine industry. Srinoit my desire to learn this art. Worker at the factory told me that not many people, especially young people in China, wanted to learn this art. I feel pity for that case. It is so brilliant. It needs more promotion and support. I want to learn and introduce it to people around me. I really wanted to let more people see its charm.